他们总是在加班加点，他们随时会遇到生死考验。在和平年代里，他们流汗又流血，在平凡岗位上，他们无私奉献，无悔付出，只为了守一方热土，保一方平安。您好，幺幺零节目由福建永荣控股集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肠胃有活力、人生有动力、君瑶胃动力赞助播出。有事拨打幺幺零是生活中每个人的第一反应。事实上，除了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治安警察、户籍警察和交通警察等，人民警察也涵盖了森林警察、铁路警察、机场警察等许多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相同的职业，不同的分工，不论在哪个领域，人民警察都在为人民的安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真情付出。武夷山国家公园是福建的一张绿色名片，保存着中国东南面积最大，也是地球同纬度地带保存最完整的种亚热带森林系统，森林覆盖率达到96.3%。在这里驻扎着一支森林公安的队伍，他们守护生态安全，扎根林区，为保护这片绿色付出无悔的青春和汗水。今天巡山的目的呢，有人举报山上有人破坏树木了，有枯树，那我们今天巡山的目的也要去看一下现场啊。再一个呢，我们在这条路上巡护的时候，这棵红豆杉要注意看住，为什么呢？这棵红豆杉是曾经是被人有锯过，但是没锯倒。那我们巡护在生态卫士的岗位上，吴志刚从21岁开始一干就是39年，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全都献给了这片不老青山。线路上面主要还有一些野生动物，这野猪痕迹。早上一般是在6点左右这样子，那要爬比较远的山场。我们再往里面走一走看看。守护森林安全容不得半丝马虎，只要接到护林员的举报，吴志刚和同事就要立即过去查看，平时也要进行常态化的巡逻。抬稳来再过后。来，手过来。39年前，我从当兵回来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保护行列。我们出去一趟是很不容易的，寂寞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躺在床铺上，没事干，在那数天花板上的结疤，时间最长了也就把结疤给我数完了。看一下猴子，这个就猴子叫声就这样子的，没有。这叫水杨梅，这是树。我不打算扔。要扔一下子。现在就说来举报的可能就是这一片。64，福建山鹰。我看那是怎么可能福建鹰啊？我又不是那么老，这就是板栗树。也不是板栗树，好像是那株是桑叶，我刚看看错了，叶子看错了，这个附近应该好像是，那这个没事。今天就没有发现了。在山里行走比在平地上要艰难得多，毕竟年龄摆在那里，几个小时下来，吴志刚难免气喘吁吁，有点力不从心。这是没办法，还要冲自己年轻。像年轻的时候，像小伙子的时候，这个我这条路都来挥脚跑的。桐木派出所位于武夷山桐木村内，距市区65公里。吴志刚和同事常年在山里待着，基本半个月才能出去山外2天，对家庭基本无法照顾。
曾经也有想离开过，在这里实在是太寂寞太艰苦了，一讲到这段可能我自己就有点对不起妻子和子女，有不容易的，但是看到了这一片的绿水青山，心里又很安慰，又感觉到我值了。像吴志刚这样的森林警察，福建总共有2000多名，他们肩负着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重大责任。为了这片绿水青山，他们一直在默默奉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由福州开往香港西九龙方向的1301次列车，离开车时间很近了。行不行？行不行？谢谢啊。啊，没事没事。谢谢谢谢谢谢。慢点，你慢点啊，慢点。1316哈。1316。在这里，他们相信，用心可以换来八方旅客的安心。在这里，他们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坚守。在这里，他们每年守护着10000旅客的平安出行。他们的战场就是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和长达几千公里的沿线铁路。福州火车站是福建省内到发旅客最大的车站，是福建形象窗口，为过往旅客提供不同的帮助，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是民警们的本分和初心。不过你今天星期五可能找的人比较多，这样的晋江的票会少一点的，到泉州的很多，这样的我们护送他上去。你爱人是吗？是啊。他是是怀孕了哈。小哥来取。没关系，那个谢谢你们了。对对对，没事没事，我们会给他送到卧铺，跟上面的列车员交代好，让他对细心照顾哈。请你放心。对对对 ，OK。那个放这边印证一下 ，OK。今天都在这里上班。好，那你坐。你坐，我给你包放。对，你到时候自己拿东西比较方便哈。哎，那他刚好也是到绵阳嘛，我们都是老乡。对啊。哎，那个老大爷，这小妹怀孕肚子，这个行动有点不方便嘛，路上嘛麻烦帮忙互相照顾照顾哈。好的。哎，对啊，你们刚好都是对啊，都是绵阳老乡这样的。哎对。好，小妹，对，有事情打我电话，我刚才电话已经拨你电话了哈。好，再见哈。好 ，OK。能够及时有效地为旅客提供帮助，看到旅客满意的微笑，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认可。没事，警察叔叔在这边的话，我们帮你找一下，没事。没事，警察叔叔在这边会帮你找的。不哭，没事。小朋友怎么了？妈，找。哎，你好，请问你叫王淑美吗？啊，你人在哪里？现在你小孩在我们这边。哎呀，看一下你小孩，问你现在走不来，你现在人在哪里？杨仁德说，做铁警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记在心里。去年10月，以他名字命名的杨仁德警务室成立以来，已为困难旅客送去爱心车票100余张，为民办实事收到锦旗50多面，成为福州火车站的一张亮丽名片。近年来，随着清新福建品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福建各大机场的客流量也逐年上升。
福建机场公安机关强有力地确保了全省机场的空防安全和治安稳定，同时他们也用热情的服务和规范的执法，给各地的客人留下了宾至如归的印象。你好，你在哪里拿钱啊？你去到哪里啊？我到宜宾嘛。坐的是什么航空公司的航班？订票信息有吗？有啊。订票信息告诉我一下，我帮你去再看一下。在哪里？宜宾啊，四川宜宾嘛。订票的信息是哪个航空公司的？我看一下。我哪个航空公司？哎，我看一下啊。是什么？把你的身份证准备好，然后到前面这边。身份证带了没有？带了，带了。身份证带了，我带你去到那边去。好，走，在这边。行行行。对。我们以前没坐过船。然后在这边换登机牌，换完登机牌了之后，待会过那边过安检啊，好吧？这边换登机牌。现在很早。这边。对。在这边。大家是第一次坐飞机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啊。再见。好，谢谢。好，再见啊。2019年7月6日，福建省寿宁县公安局下岗派出所的民警在歇后自然村入户走访时，得到这样一条信息：村子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流浪，20多年了都没有户口。户口真的没哈，所以闹都没了。得报啊，全山的。为了尽快弄清王明福没有户口的原因，民警郑小凤和同事迅速展开了调查。通过对村民的走访得知，早在1996年，王明福因为婚姻破裂，精神受到刺激，常年流浪在外。而1991年，派出所在户口录入电脑时，因为王明福没有在村里，村委疏忽漏报，导致他的户籍丢失。成为黑户20多年，又一直流浪在外，那么王明福到底身在何处？民警郑小凤和同事开始走访问询调查。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查找，郑小凤从村民口中得知，王明福有个哥哥在福州定居，而他本人好像在福州的古山上独居。得到消息的郑小凤迅速联系上了王明福的哥哥，并驱车前往福州古山。哇，我们兄弟都没在一起的，没错，我知道啊。他一个人是住在这边。没错。他就那吃什么的，就你多长时间买一点给他呢？吃米的话，就是都有。我过把月的时候，过把月的时候买30来斤。有没有电之类的呢？没有，没电，没有，也没门，也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子。你不让你现在这样子没户口，你敢讲户口啊？你的口袋大，我口袋大。那你的口袋大，你的口袋大。懂得我口袋大，你把钱出去啊！校长，我叫你校长。住在家。看到民警的到来，王明福显得有些排斥，情绪反常的他并不知道户口对公民的重要性。无论郑小凤怎么劝说，他坚决不跟随民警前去办理户口手续。你懂啊，我不能过来去警方。你就是我们以前是有跟他说叫他去做，他也是不想去做，但是我们兄弟也没办法。早上出去的话，罐子点一点的话，就是说他自己都是拿到山下去卖的，这个他也是挺辛苦的，他也是就是说靠一点捡一点废品来生活嘛。虽然王明福很排斥去办户口，但是郑小凤和同事并不气馁，他们一边和王明福唠家常谈心，中午又和他一起烧火煮饭，一点点地取得王明福的信任。傍晚时分，等到王明福的情绪渐渐平稳，郑小凤终于说动他一同前往附近派出所采集指纹、相片等相关信息。这个我不像的，这个怎么不像？办理完身份证，郑小凤和同事连夜返回下岗，加班为王明福补齐户籍材料，呈报审批。
户口会恢复起来以后，然后我们也要抓紧帮他联系这各部门嘛，帮他这医保社保之类的办掉，然后也联系这个政府部门，然后尽量帮人家低保也要解决掉嘛。就是说一个在晋阳，一个在泉州，我妹妹还在广东那边，就是说她如果能有身份证的话就可以走了吗？下岗派出所已实现警务覆盖全域化、警务跟进实时化、警务惠民终端化为目标，近两年来为偏远山区群众提供送证办证等服务200多次，服务群众1000多人。2019年2月4日，大年三十傍晚，南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们以茶代酒，早早吃起了年夜饭，为了晚上能继续巡逻站岗执勤。过年一个人，他家里是有人，但是他基本上各过各，关系不好了，各过各。对民警来说，越是佳节，工作越忙，担子越重。肖建华从警20多年，几乎没有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假期。从大年三十忙到正月初一凌晨已是常态。福州三坊七巷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地处繁华市中心，也是外地游客来蓉游玩的首选之地。三坊七巷有许多文保单位和木质结构的建筑，所以景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吃完年夜饭，肖建华和搭档便早早地在景区及周边进行巡查。这边就是像娃娃机啊，抓娃娃机这些来看一下。这里但你看现在是24年，第25年了，在家里面25年我在家里面有吃年夜饭，然后没有出来执勤的。我记得就是一次，我那时候还在上明，我记得刚刚那时候在上明，我那时候家里人来福州了，我还一个人留在上明的时候，当时的领导照顾我，叫我回福州去过年。那主务室坐一下。可以，我现在基本上也少。在这下面就是没什么人。好吧，新年好，生意兴隆吧。新年，这要到几点啊？今天也不休息。差不多了啊。可以了。啊。我说你这样子，你老婆会不会叫？你已经不知道有十几年没有在手里了。回去还好，回去再连哄带骗嘛。反正他那样子，嘴巴上讲都是肯定不高兴，那心里面他也知道没辙。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又不是去干什么其他的事。对呀、啊，你家里面。我爸今天生病的在上海没回来。叔叔身体还好吧？好，早点恢复啊，好，小周也不错，工作很好，工作不错，多干点担当。好，回来以后再给你拜年哈，早点睡啊，我一会儿可能又要出去了啊，拜拜。周翔和生病住院的爸爸匆匆打完电话后，就和肖建华又一起踏上了执勤巡逻的路。万家团圆的幸福平安离不开他们一路的陪伴和坚守。您好110节目由福建永荣控股集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肠胃有活力、人生有动力、君瑶胃动力赞助播出。朱华帝，南平市公安局大行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从警18年，一直都在乡镇派出所摸爬滚打，而大家对他的称呼也从小朱变成了现在的老朱。那你把这条老虎放回去，来，上来，来，你上去。延安村是朱华帝负责辖区里的一个村子。偏远的山区交通并不便利。谢谢你了。好，一个月至少都会去一次，
就都去一次，还要顺便了解一些老人，特别是孤寡老人呢，要帮助的，我们提供一些生活用品帮他们带过去。然后这个是防诈骗的，防诈骗宣传是啊、哦。那个老在你认真看一下，反正那个，哎，你现在小鬼在哪里啊？我现在在安丰桥啊。安丰桥做什么？他在南网上班啊。那很好了。再给你好好看一下，可以可以可以。那好好看一下，好，这个这个弄清楚呀、嗯。这防诈骗，然后就是你儿子如果在外面做事情呢，看不要轻易相信别人。是啊。好，就是那个，啊、特别是这段时间那个，还有什么，涉及的那个冒充公警法的骗人，什么安全账户里涉及洗钱。是啊，有一次前年，嗯，2007年，嗯。我那个师傅不是接个电话，他讲他在银行欠了10万块，七万八的小一大套。是啊，你不要钱。我赶紧去报案。是啊，是啊，就不要钱。他在这里头，所谓钱存到安全账户，他会把你这个说违法记录删掉，那都骗人的、啊。不要钱这事情。是啊。好吧。好，那你行吧。好。好。嗯，走，不要这样宣传。走。走了，对。防诈骗。防诈骗。哎，你刚才你老公，你那个女儿在那个聚口哈，嗯，那好，哎，那原来是那个宁德那个呢，他是考这边来的，是啊，考这边来，就宁德那个。哦，那好，这里来，好，好好看一下，你这个不是这个有在防诈骗宣传、哦，然后你呢也要帮我们宣传呀，哦、做义务宣传员，哦、然后那跟大家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不要相信，嗯、好，好好好，会知道，好。从进村开始，就不停地有村民和朱华弟打招呼。对遇到的每个人，朱华弟都能准确地叫出名字，说出村民家里的二三事。18年的相守，使他们有了像邻里和亲友般的情谊。你这房子最漂亮了。原来你是爱出猪脚出来那个血管爆的哈？没有啊，是梗掉，脑梗啊。那你现在还住在那个家？对对对，我六号那里。那你现在自己生活会自理吧？可以可以，煮饭都是了吧？你这手呢？这手就比较就这样了。就没用了是吧？你捏我呀，捏我呀！没力气，装不伸不出来呀。这手没用了嘞。嗯，那你干活都用右手？就这边手。那你这就是这个一左手就全部废掉了，没用。废掉，连脚也废掉，就是忙走路，忙走，忙走就是了嘛。那你走要不要棍子啊？没有，棍子那有。走两步看呀。如果说了解村民近况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是朱华弟的工作职责的话。那么常年帮扶生活困难的家庭则是朱华弟完全凭着自己的一颗爱心在坚持。早在2010年7月份，朱华弟在辖区大横村摸排村民情况时，发现了家境贫寒的先天性脑瘫患儿林海兰一家。当得知孩子需要轮椅以方便户外活动但又无力购买的时候，朱华弟联系相关部门帮助他们申请了一辆轮椅，并帮一家人办理了农村低保。而在闲暇时间，朱华弟还经常带生活必需品到林海兰家中看望。奶奶快给他吃了啦。嗯，不是，刚去这里去娘家那来的。那个鱼换掉了吗？今天鱼换掉了呢？没有吧？应该没有吧？没有，是卡路。啊，如果你要听什么歌要弄过的时候，再跟我们讲，我再给你。放过，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们所里面，跟大家都一起的，好。再回来就肯定要下个月肯定要走，可惜。好，那你挺麻烦的。哎，那个，好，那这样子，海兰哈，师傅走了。嗯，好，师傅再见。逢年过节我会买一些礼品或他的玩具，他喜欢听音乐，我会买一些 MP3 送到他那里去。然后呢，我就看着小女孩，她好像是有点都有点闷闷不乐的，我们要鼓励她。我是希望她能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这女孩子经过我们在开导，然后她也是比较，也是现在应该是我们帮扶以后应该是比较乐观的。一听到我们声音，一都说哎紧张叔叔来了，紧张叔叔来了。我们听到这种话，听到这样子，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一句乡亲话，警民心连心。朱华弟用他的爱心和细心。换来了辖区群众的安心和舒心。2019年6月7日是高考第一天，早上7:30，
福清交警大队的民警王兆雷和同事就已经按照高考安保部署到岗到位。巧的是，王兆雷的女儿今年也要参加高考，刚好他的执勤点就是女儿的考点。哎，你好，你好，哎，也高考啊？啊，好，考试顺利啊！啊，谢谢。担任这一次哈一年一度的保卫任务，感觉到很荣幸。第二个呢，就是感觉哎，小孩也在这个学校考试，又亲自能为小孩那个保卫一次，也是终身难忘的，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在每个考点都有民警负责维护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考生能够顺利进入考场。孩子就是一路走来哈，从作为警察，对孩子的培养确实不够，欠孩子的很多，孩子所有的学习成长，很多教育都是他的妈妈，一直到考试那一天，还是他负责接送。我没有时间去负责接送，我要保卫所有的孩子。往前看。好了没有？里面有没有人啊？可以了。走。你逆向，你走这边走。你往哪边走？掉头的。好，你掉头。没有，我没让他知道，他不知道我站在这儿。啊？他不知道。那你就等下给他一个惊吓。我就不想让他知道。好，来了没有？你电话打给我问一下。不知道呢，奇怪。来了至少给他吩咐几句一下。哎呀，少跟他讲两句，少好，少紧张一点。对啊。其实我呢，本来不想让他知道，不想给他增加额外的一些思想压力，让他就是放松去考试。王兆雷匆匆为自己的女儿加油鼓劲后，又投入了紧张的护考安保行动中。广大学子带着十年寒窗苦学迈进考场，迎接人生中这场重要的战役。考场外，民警和家长们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们。我还没有关注他妈妈，第一时间发个视频给我，我看到他在那个大院子里边，大榕树底下，那个状态很好。那个我看打开视频一看，哎，状态不错。没关系。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回家吃饭。睡觉。你回不回家？然后下午你们先回去。你下午还有没有啊？我看情况。好，你们先回去。好，注意安全啊。好。我看小孩的面部表情，我就知道他发挥的怎么样了。是。哎呀，我这个小孩子，所有的开心不开心，马上在脸上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有送盒饭过来吃饭，中午可能老爸回去不了，陪你们去吃饭了。我要继续工作，下午还要继续保障你们过来安心考试。作为一名父亲，王兆雷今天特别想像妻子一样，全程陪护着女儿走过人生的这段重要时光。但是，作为一名警察，他今天的岗位就在这条马路上，为众多像他女儿一样的考生提供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陪伴是亲情，坚守是职责。你好幺零。他们是和平时期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危急时刻，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叫他们。是他们24小时不分昼夜为我们的安全流血流汗。来，出来，没事，警察在那边。是他们时时刻刻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平安。
他们是人民的保护神，我们的岁月静好离不开他们的负重前行。东南卫视周四晚黄金九点档大型电视纪实节目《您好幺幺零》，记录人民保护神的真实故事，为平安中国点赞。春兰警务室，东街派出所的一张名片，民警林春兰被辖区的老人亲切地称为社区的好闺女。从1998年被抽调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开始，林春兰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做了21年。我是98年的4月份从机关下到基层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电梯房的，都是楼梯，所以说经常是我在楼下看一下上面有灯光，我说哎，今天晚上可以一家家走过去了，但是呢只有敲了一两家门开门的，有的敲一下门灯给关了，这个坎肯定要过，我想我把时间沉到这里面去，我天天投入到他们中间去，我就每天都在这里，我不管是白天和是晚上，所以说很快，应该说这种局面应该很快的解决了。入户走访是社区民警的必修课，林春兰工作的一天就从这开始，辖区内的每一个社区每一户人家他都要一一走过。林春兰所在的辖区有3000多户人家，10000多人口。作为社区民警，出门走访已是林春兰工作的常态。走访中遇到家里有老人的住户，林春兰都会递上自制的名片，以便随时对他们提供帮助。没事，我就过来走访一下。我走啊，对，反正有什么事情到楼下坐一坐。哎，我们那边都有人。社区民警，那工作啊是非常的琐碎的。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他是非常平凡非常平凡的，非常的琐碎，但是呢又很老百姓非常需要我们这样子的社区民警为他们服务。哎，你好，你好，这边手机号多少？手机号多少？173，那就是人员都要登记的。哦，我们这边流动性，刚才流动性很大。流动性很大才要登记。哦、你是走掉的时候，以后我这里楼下又很方便，如果人走掉了，你就下来。嗯。到这边那个。林春兰说，流动人口的登记工作十分繁琐，还被很多人认为可有可无，但它却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基础工作，必不可少。几十年社区工作下来，林春兰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这个是应该说通过这个基层工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吧，这个叫1234566工作法吧，就是我平常日常工作的一个总结。多入户勤服务，用真心换民心。林春兰20几年来一直坚持这一原则，辖区群众家里有什么烦心事，都愿意找春兰姐来调解。今天他就要去调解一起姐妹间的纠纷。你坐在这边，你坐在这边，我们是好意，我们是好意，谢谢你的好意，你这个好意是害人。他全在胡说八道，妈妈死掉了，你是管什么？你管都不管，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想开一点，半夜三更爬起来帮我的钱，我去把钱去两家吧。气熟了，今晚我回来是什么东西？你专门你也是没干好事的。当年可能就是父母那个母亲的一个照料问题吧，照料可能就是说自己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个可能有上门帮忙照顾，那现在就是说意思是说要他姐姐搬走，他要搬回去住。不要动手动脚啊，你跟你讲讲嘛，别我们跟你很好讲话的。打电话打电话，我走了。哪里话我走的？你先坐下。你有什么苦处？第三年说出来，没什么好说的。不是我说你有什么苦处？6块钱拿来走，我走了。你不要这样子哈。6块钱拿来，我走了。今天我们是为你告诉你姐妹情才过来做，没有什么姐妹情的。如果有姐妹情，就不有今天这个事情。不要做坏事。我不要你6块钱。
你拿出一个方法来，好不好？那，希望很难，我走人。不要来跟我讲，不要来跟我讲。我问你，现金拿来六万块，他拿我的现金六万块，拿六万块现金给我。他如果钱给你呢？我走人。是啊，这是他的，给他。就是这样，就是好的吧？是是。那钱就叫他给我，谢谢。六万块来，要想办法去筹钱。筹六万给你，现金现金拿来。好了，我们那你先进去，我们再跟他那个哈，我们跟他做工作，好不好？手不要加了，好吧。现在死咬的就是六万块钱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是你有欠没欠，真的你想办法能不能筹个六万块钱，干脆就给他，给他的话当就叫他回去，给他你要，那也是你们也要做，你们也要给我做。你不要搞那么多，他先走再说，先走了你自己住进去。六万块钱拿来，他立马走，立马离开。你东西先筹了再说，你不要直接给他，你不要跟我讲。通过他们，你先去，你先去想办法，做好了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那行了，你先去吧。好，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好。管一个社区，不管是治安再好的社区，肯定都有这种问题，有的邻里的，有的是家庭的，那就是说，只要我们。把一碗水端平，真心真意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手上调解的纠纷案件的话，从一起都没有因为这个我们调解不当引起的涉房涉诉的。每一起调解只是林春兰工作中的一个逗号，可对于那些家庭来说，却是一个摆脱烦恼、开启新生活的感叹号。33年从警路，林春兰品尝了酸甜苦辣，也收获了充实快乐。我觉得得到老百姓的肯定是最欣慰的。那那么多年下来，我是从来没后悔过的。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那基层的这种，应该说是非常辛苦的。为什么会守住这个职业？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我爱这个职业。唯有热爱，方能坚守。对人民警察来说，坚守意味着经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当万家灯火悄然亮起时，他们仍然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现场，把光明照进黑暗。坚守还意味着他们常常顾不上自己的家，甚至成为孩子眼中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坚守也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他们要站在群众的身前，用生命守护生命。这一切只因为他们是人民警察，是人民的保护神。坚守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最长情的告白。守护红旗下的誓言，也别忘。